像血炽烈燃烧火焰，一片叶知秋闻窗天，多少爱更多少愁和恨，同胞何时梦能圆。一身胆豪迈走江川，一夜帆穿云门，千里涌泉雪不寒，英雄魂矗立青山，赤子情可雄健，看好男儿慷慨向前，留下长歌咏叹。跟谁打？不行，你先跟他打。行吗？画押。行了吧，还是找个厉害的过来吧。呀！不行了吧？倒霉！迈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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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迈克。Right.
分压那个瘸子。叔叔不抽烟。你怎么了？你脸怎么了？谁把你打成这样？神经病啊！被打还笑？手怎么了？脏死了，全都是泥。有东西啊？找到他。赵猫，谢谢你送我的礼物。好看吗？嗯。你也好看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我骂你，是因为我担心你，懂吗？来，帮你擦药，走吧。
你打死，你会吸阳拳的，来，打赢我。 这什么功夫啊？这是本门的禁术。红爷，这样不好吧？你怎么可以把禁术给我看呢？我就是给你看。我还要教你。当初要不是梁璧动手脚，其实你可以打赢的。最后站在擂台上的人应该是你。这次你上去打擂台，应该得到你应有的荣誉。 哎呀，我不是你门下的徒弟，我不能学你的禁术。哎呀，我跟你说真话吧，丰邑龙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呐，起死回生全都靠你了。哎，我老了，码头还应该让中国人来管理呀，工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啊。 吃，这是好药啊，补充你的体力啊！哎哎哎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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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瘸子，瘸子，好样的啊！来来来，飞哥，哎，真好样的啊！真能做到。阿斯，我值得你这样做吗？你打赢了，就值得。看医生，阿四，哎，阿四，阿四，别打了，小心，阿四，别打了，你小心啊，阿四，阿四，别打了。小心了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你小心点，小心，要小心他们的直拳。西洋人人高手长，要拉近距离。哎，伙计，你是谁啊？罗伯特，不！各位放心吧，今天的比赛我一定会赢的。
是他，是叶问。让我们进去吧！我要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你怎么来了？红爷病了，我替他来打。那你就不怕我报警吗？我打完你报警。好啊，那你先到后台去吧。 请出示你的邀请函。没有啊，您明明放在这里的呀。这……那没有，请您出去吧。我真有邀请函的。请您出去吧。有请，谢谢。咏春叶问，合作一下。别紧张。叶问加油！叶问加油！ 出示邀请函。比赛要开始了，快点，快点！有请英国拳王，请你吧。自杀！现在允许我向大家介绍，这位参赛的选手叶问，他同时也是一名被通缉的杀人犯。打呀！我组织了这么多年拳赛，还是第一次看到杀人犯主动上台，真想知道他到底是为了什么。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猛，他在临死前写了一封信给我，信中他说：“叶问，我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登上擂台，用中国武术打败西洋拳，让他们知道，我们不是东亚病夫。”说得好，我们不是东亚病夫。 我打这场拳赛，是让所有人知道，我们应该拥有有尊严的生活。好，好，预备。 真正的革命者，看你永远是前方。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听见了，随时动手。好。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。中国像一只雄鸡，雄鸡一唱，天就亮了。
芳、咏春、叶问。来了几次，都没有找到你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春雷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你觉得我会杀你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谁到底要杀我。我现在谁也不敢见。可是你听说我比赛，还是来看我，给我加油。这我倒知道，春来，其实我来找你，是要向你道歉。小时候我不懂事，连累你经常因为我而挨打。当我看到中国人被侮辱的时候，我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践踏。我终于开始明白你当时的感受。我终于明白做人要给别人多一些尊重。春来，请你原谅我。这，叶问，好兄弟，叶问，谢谢你。朱先生，你好。张小姐，你好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伯父的朋友，律政师朱启先生。你好，你好。来，请坐。朱先生，这张是印有严春来手印的法律证明文件，请您过目。没有问题 ，OK， 手印是可以的。叶问，你并没有杀人，我们也不再监控你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。谢谢您。好。你和林青山是什么关系？对你来说重要吗？我想知道。你想知道是我先变心还是你先变心？我想知道你和叶问发展到什么程度了。上过床了。我不甘心，从现在起的每一分钟不要离开我的身边。去找你的珍妮问去，你去找他。永成，永成，你耍我。林青山，我想从今以后我们没有必要再做朋友了。
看得出来，你很喜欢叶问，你愿意帮他吗？别说帮他，为他死也愿意。怎么帮？严春来可能在香港，我们要想办法找到他，再由港英政府证明你的清白。我见到严春来了，他在香港。春来，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，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我杀害了你，我希望你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怎么证明？你先不要回佛山，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。那我怎么才能帮你啊？我不明白。帮帮忙，干活啊！来来来来，快起来！哎，干活了，干活了！哎，小胖，都干活啊！起来起来啊！帮帮忙，干活了！帮帮忙，干活！啊！哎呀，走走走，帮帮忙！去，都起来干活吧！啊，都干活吧！你们想怎么样啊？干活吧！啊，起来干活吧！啊！我保证，一天之内货全部装上船。我保证。老板，他们都不愿意干，这样下去咱们就赔大了。行，我知道。走。好，大家听着，今天不用排队，也不用领牌，谁干活？谁干活？行了，拿着。只要你们愿意干活，我给你们双倍的工钱，马上给你一块二。有人干活吗？啊！有人干活吗？行了，你只要你扛第一个，马上给你五块钱，你干不干？到底干不干？还有人吗？还有谁干？马上拿钱！大哥。我是没办法，我家里有小孩子，我也是被逼的。行了，我看你们饿着肚子能饿多久。你怎么那么差劲儿？红九山在的时候，再怎么样也没人罢过工，你到底是怎么搞的？码头又回到中国人手里，我相信从现在开始，你会好好善待他们。过去，你不希望英国人对你不公平，你也不应该不公平地对待他们。希望红爷能带着他们有尊严地活下去。哎，红爷来了！红爷来了！红爷，红爷！红爷，
哦，洪先生，你来了真是太好了。啊，请坐，请。嗯，我的人就在外面，可以开工了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但是有个条件，要签这个合同。哦，我看一下，没问题。你们英国人呢，最会讲这个合同精神。我们都要赚钱，但是我们也要考虑码头工人的利益。好的，嗯，洪先生，合同没有问题。好的，是的，那我走了。好。洪先生，你怎么会懂这些呢？哼，叶问，你懂吗？世界多美好，问不到情难了，爱给了你的笑，叫我如何等到都已经不重要，化作相知泪在。